眼睛看不到，照样可以跑步、游泳和骑脚踏车。杨子玲、林思佳和梁于凡这三名国小女童，昨天参加了小铁人挑战赛，三个人通通过关。三名小朋友呢，他们不想要总是只能够在场边当啦啦队，于是就报名了比赛。原本要让他们和其他孩子一起参加一班组，但是后来改成让三个人组成天使组，参考国外的定位三铁，以跑步机和飞轮踩踏等原地运动方式，让孩子完成了三种三铁比赛。而上台领奖牌的那一刻，三名小选手也开心地比出了胜利手势，并且直呼我们也能做到。